专业术语我的，我这个笛子，这个脚，等你偶尔你下次过来了，我看看。等你下次过来了，我看看恢复的啥情况。我拍的也没人，我手机上拍的全部都在。你有时间了，你过来就行了。你有时间，下午好，看见没？ 其实他这个脚啊，要是泡在那家伙了，给他泡的干干净净的。他这个脚超级严重，他这脚超级严重，可不是一般的。我现在已经闻见臭了。 他的脚是汗腺出问题了。嗯。嘿嘿。不是啊，你请来，你来就有点不好意思。 正常人没他出的多呀，他的汗腺有问题。为什么汗不多呀？你汗你汗不多呀？我汗不多了，我就那几天我也接受不了，最多两天三天一换去。这个没事，我还有一包药，我一会儿跟恁这个朋友用，我还有一包，我从俺公司带来的，我以前是。 专业修脚的，我在恁这治好多人了。俺老板娘的脚都臭，你问她现在还臭不臭？就俺老板娘脚臭，她现在服的要命，她晓得你给我用一点点药就可以了。我刚才给你说了，大哥，我还有一包，我给你用了就行了，也不要钱，你试试吧。是，好，给了。 哎，你还用不用试吧？百分之百的管用。好处多，但我连客户都包了。录的视频了不是？啊？录的视频了。对。录的视频了没有？啥？录的视频了没有？我没听懂。手机录的视频。哎，对，我是留个底儿。我留个底儿。 我手机里面全部都是在脚。就是全部是在脚。哎，对对对，全部都是在脚。就相互比较啊。我手机里面存的全部都是在脚。全部是脚。哎，全部全部只前几百块的脚都有。 Gracias.